这就是我跟何瑞芝的婚姻生活，没有不好，就只是太平凡了。床单换下来以后，你们再继续。因为其实洗床单真的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，你知道，烘过之后还是要给阳光晒过，睡起来才会真的舒服。晒干之后也还是要好好的烫平，然后这个床包。要成四四方方的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因为它转角处有松紧带，然后我每天要做别人的老婆、妈妈、女儿、媳妇、员工，一个爱地球的好人，我真的是已经累到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吧？